小心小心小心。先生，OK吗？不用吧。啊，中的，可以。好，慢慢走哈。は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。はい、在哪里？在那么后面哦。看到吗？看到，没看到。哎，看不到。前面是不是有一只啊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再一次啊。来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啊，就是那只，在哪里？他去吃饭。那不是，哎，现在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我们要回到刚刚坐车的地方去看企鹅，还是要走上去？我觉得走上去远不远？走上去很远，非常远。它这个要到山顶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到山顶，我们赶快冲下去，快！干嘛来着？哎，小心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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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死，千万死。哎。小哥，对，小哥对，还好他没有叫 Kitty 乖乖。对。可是我想问题是我们有没有15块？我们说我们刚有给过钱，我们刚有给过钱，那还可以哈。现在我们是最后一个任务了吗？对。对。没有没有，还有2个。没有啊，然后就去猫公喝茶就完了。没有啊，还有一个那个呢？那个啊。要在一个动物前面唱歌啊！哦，对。我刚就唱完就算了。没有熊猫的歌啊。两只熊猫。两只熊猫跑的。那我要去找老虎。不一定呐。为什么是虎歌？哎，这边找一只蚂蚁。一只蚂蚁在洞口找到一粒豆。蚂蚁不是动物吗？蚂蚁是昆虫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下从企鹅馆走下来，那边应该蛮多动物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小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得及吗？车走了，怎么办？10分钟哎，10到15分钟哎，又要再走回去。我们不能站在那边了，突然他们想到就全。OK， 那就走上去了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又要走回去了。看我们在忙什么。在雨中，在雨中，我牵过你。度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也够了。也够了，也够，也够了。今年过年可以不用关心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是那个？哎，我听工作人员说你们直输了。没有，刚有一个人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刚那个肖兵啊，那个不算吗？没有，你到哪里有奖？你要有种就跟啊！对啊，没有啊，你在吗？妈旁边没算呢。对啊，哎，不可以这样玩游戏。不是啊，是你自己又不抓。那我这样，那这样，你干脆在一开始就说我们被抓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弄些贡啊，回家后贡哦哈，安娜啦。太气了。今年过年，人家打电话来问问你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不好？好啊，逢年过节因为整天，确定你还在。对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
像老虎。哎，其实我们往上去找大象也可以啊。你要找吗？不要。大象，对不对？就不要绕路了啊。为什么那么长？对啊。不要不要不要。要伞。哎，小声点。是他那边。好了，帮他遮一下。这次的躲藏吧，明星真的有点困难，很困难。哎，可是我已经闻到了大象的味道了。大象是什么味道？就是它们动物味，我真的闻到了，在这边。马有没有？哎，马，这是驴子，这是驴子。我骑着想要。口误啦，呵呵。非洲野驴，我在非洲就是看到这种。不要请别帮我拍。这个情侣，这个情侣可以。这情侣可以，这情侣可以。我们叫自己世界呀。不好意思，前面可以帮我们那个录个影吗？录个影，对，这个，很不方便呢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我叫老婆，好。Sweetie, they want to take photo. You have okay. Okay. Oh, thank you. Take photo with us, okay? Thank you so much. I just want to see a song here, okay? One, two. You have to shoot a donkey, okay? Oh, have to shoot. Okay, no problem. 1, 2, 3.我有一只小小狐狸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真得意。不知怎么哇啦啦啦摔了一身泥。嘿！哇 ，We love donkey, yeah. Okay, no problem. Oh,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Have a good day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 so much.It's so good. Okay, thank you. 你会讲中文？ Yeah. Have a good day. 好可爱，找外国人就对了。真的。陈百强，你这次绝对是可以。对。老天爷真的帮助我们。对。六金下个会好。我真的，六金你真的太屌了。六金真的太屌，真的你真的会很好。骆驼，不用。骆驼。已经拍完了。不屑了，不屑了。哇塞，我觉得新雅就是有这个福气。对。后悔带一只鸡。怎么样？可以放在我肚子。你放肚子，放里面，你也不能这样，放里面，这是我们的幸运鸡，对，幸运鸡，对，明年鸡年了，明年，对，对，鸡年 ，check 你，哎，没有，还有，其实我们就慢慢走就到了，因为再来一下可以到了，然后回去是不是跟真的很远？不是，这个游戏好累。气啊，多远？大概十几分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我刚刚有没有坚持说一定要坐车？小心，这边。掉下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很没安全感，我脱下墨镜，这种没安全感，这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一定要小心，不然太没安全感。很重要，你是一定神医了。算了呀，你不戴了？不戴了。我们真的到了，然后你赶快坐车下去，坐车下去就可以了。坐车下去会不会看见？不是，坐车沿路不会停。抬杠，干嘛？小夏，抖擞。Sweet baby.结束。好累啊！结束。
等一下。Only you。OK， 现在我们搭车下去。好。OK， 都不能。去猫缆也在这边付钱吗？对，三个人。谢谢海哥，谢谢小香。超白目的。在通告下唱有点累，今天本来晚上要去跑步，今天不行，今天运动量够了。你看好屌哎！你看可以为了节目好 ，can 掉下一个通告。真的假的 ？can 掉了，这么屌！为了虾姑，为了安心雅 ，can 的下一个通告。通告。来，猫懒的，猫懒的，我们的。在在在在在在在。小佳不要走啊，后面几位，四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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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